拜拜。要一小块给他吃，你看刚好 一口啊，那我们就他会慢慢的出门，他都待在家里啊，所以待在家里。好，那我们呢这边呢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拿一个手票出来。好，来妹妹呢，我拿给妹妹的，再忘记。哎呀，对，他要是票进身上的话呢，哦，是他看看他们自己意愿哈，有一些呢，很多客人想要让他跳在身。很重哎，其实蛮重的。你说虎吼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喂着他哈。你只喂给他吃的话呢，他就是这样坐着不理你们哈。坐着不理你。应该用杯杯在杯子。接着他用手背。那我一根金菇呢，就吃了。哎呦喂！哇，跳到你身上了！它不会咬你的手。都喂完了。喂完了。对啊。啊，全都喂。我进来一块来喂你好不好？哎，妈妈不好意思。好。哎，有些不回来哈。去了。喂，妈妈能回来哈？你看，有母的背小 baby 哦，来这边做食物。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他可以这样拿着给他吃。对，他们会慢慢的看到我们在喂食，他会回来，因为狐猴怕热，凉。啊，也可以像这样子喂。来，那只母的也可以喂哈，可以过来喂。小 baby 也会吃的。要吗？来，我敢搞。